为着要活化里外当中心，并提供市民终身学习的场所，民政局从6月份开始陆续开办100场趣味市民行业课程。其中上受欢迎的课程之一，就是手工精油萨文的 DIY， 除了当亲手制作萨文，也可以当学习到精油美容知识，吸引了真侪市民报名学习。台南市政府民政局所举办的112年度市民学院，即次来到南区南都里活动中心开课，由振兴生技安排师资，教导民众制作手工精油萨文。第一次上课，现场来了将近50位学员参加。议员罗坤浩也特别到场，肯定课程规划用心。啊，家己做，啊，家己使用。我感觉这个活动啊，吼，要多在社区里面办，啊，好家老人、一家长辈吼。会当家己 DIY， 家己使用的物件是家己制作出来，哎，这非常有疗愈的。这次精油萨文手工课程总共规划5礼拜16点钟的课程，除了教导精油萨文亲自制作，也分享各种美容保健知识。端午节、母亲节礼盒，还有大吉大利的年终礼盒，中秋节月饼造礼盒，这些就是可以让我们市民在季节性，然后让他认识一个概念，就礼盒这个精油皂怎么样来做。那这个是一个创意的一个生活疗愈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市民很有很大的一个兴趣。教导里面不但可以防疫抗菌，又能活化脑筋，动动双手，动动头脑，是一种非常健康又实用的课程。民政局表示，市民学院安排实用性的多元选择课程，希望无同年龄层市民拢能当参与学习。开办至今已经超过1300多班，学员累积45000人。相关的课程会当上网查询，也当直接向各区区公所洽询报名。记者苏英河南区采访报道。